他要去你家那个之前你告诉我，我长得没有送你个礼，去年就没有，就不怕了。不用不用不用吧，送你个猎枪，不敢看，不敢看，不装。不会了。他哦，我不晓得看那个。他开的车子是收整的，哦，要么是退休的，比较稳的比赛，那出来几个看呗。你看呗，在漂流，大家要出来这块开机是没有的。没有影响，真的。穿个女孩很漂亮，这样子的开玩笑。那个挺肥呀，我那个白。有啊，终于到五分钟了。你没给他拿下去？没有啦，我们就带个休息。有什么腼腆？带回去休息。主要是没创业干，主要是没创业干，主要是我还在上班时间。司机你太流氓了，好好开车。哎呀，你想法太多了吧？我操，老人老贵人都不一点。前方是普通班，你要请小心驾驶。不能特别的话，你管不了啊。前面。啊。Thank you.
墙的多。佛跳墙的多，你问一下那些小妹妹。这种真贵呢。500。这个怎么烧的？这是瓷的吗？那个花应该是塑胶的。那个花要是能烧成这样，这个应该是了。再嘘嘘的。
这个跟这个，它要怎么放啊？放在？那要放在一个大杯上面。哦，放在一个大杯上面。一个大杯上面。这个多少钱？新的多少钱？然后你有没有彩排的那种？别灯泡的呀，全部都是雕的。那个小兄弟，
咱回去吧。这几件，我都没有管住。好了，按照温姐，温姐来。这还有东西的，上面还有东西要去拿哦。这师傅去开门嘛？对对对，这还有东西，还有这是衣服啊。来，帮忙，帮忙。温姐跟那个小姑娘。这边啊，刚才是餐厅的话。免买酒了，酒味啊！这不是酒。明早您是在这吃早饭？哦，在这边吃早饭了。哎嘛，可能过咱离家近尔，无几多。